Hello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要来玩我们 Roblox 的车辆经销商大亨。好的，那在开始之前，我们先来看它的说明。在车辆经销店大亨，你可以建立和设计属于您自己独一无二的车辆经销店，为你的车辆经销店添加不同的车辆，改造经销店和车辆的颜色。在城市里和其他玩家一起驾驶不同的车辆，透过驾驶车辆赛车和您的经销店里展示车辆去获取资金，从而使用资金去打造您自己的车辆王国吧。好，看起来非常好玩，那我们就直接进去吧。OK，好了，我们就一进来就看到游戏更新，然后 YouTube、Twitter，那我们先干游玩。那这个我们有三个经销商可以选，那我们就选，第一个好，没关系。然后它有 D 可以让我们选，跟你说这个 D 段非常重要，你这个 D 段选的不好的话，你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我们就选啊这里好了，这里是对，就这样，好，OK。那有奖励，在8小时后回来获取新的奖励。然后我们第一个奖励获得4500，领取好。那这个先不要。然后我们依照指示吧。那个第一层3.5K，我就4500，好像有点贵。那第一台 1K，刚刚好花完我们的钱。然后物品再选第二个，然后这个它可以更换。原来我有一台车。我怎么都不知道。你现在有一个车在经销商里面，这个徽章，我们获得这个徽章。OK，好。所以他可以帮我们生产钱就对了。哦，有，那个每几秒就会有50块。OK，然后这里有个箭头，这里车库非常多用，点一下。依然可以驾驶，然后完成游戏教学赚钱。OK，好。我开车的话，我会拿钱吗？会。只是这车有点慢啊，天！你开车你就能赚钱的意思啊？那我怎么觉得挂机好像比较实在啊？开车也还好嘛，然后你还会撞车。等一下，为什么莫名其妙就有2000多块？我们先进这里买车。买车随便随便。进这里一开始就可以买车这样。然后这里25000。11500，这些车好像有点贵啊。这4000块，拖一度 pro，算了。没有车，所以当然不用钱啦。那我们先来买我们的第一台车，怎么买？4000块，我想买。还是不能买。Hello，我要买车。我原来是在这里买。OK，好，那我们先开车回去吧。我应该不太可能会忘记我的经销商在哪里。哦，你达成1英里的里程。OK，好的，我开这样然后也才1英里而已。OK，好，我们到了。你达到每小时65英里，算了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回来了，然后，我们有5000多块，快6000块，然后我们就先来买车吧。买车的话，等级这个。
我们刚刚在商店看的那台车嘛，那速度71英里，超重5.8，奖励50块，每一英里2259，有点不值啊。那这个也是奖励50块，然后2269、2569、2279，好像都一样。那这个，哦，原来这可以买房子啊！买房子，好，那我们往下滑吧。往下滑会有什么？哦，柯尼塞克，800R，你800 Robux，OK、okay。啊，可以。啊，好，那我们先对，先摆着，然后接下来就是要买那个，第二台3K 画下去，所以好，然后再买一台车，买一台车随便，青菜，然后再来就是这跑步怎么那么慢呢、啊？这跑步 ，OK， 好，车辆第二台更换这个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有车可以开了，有可以选颜色，这个我要选啊，这还要钱呐、啊，要钱，还要钱，算。嗯哼，驾驶。好，哦，还是一样慢。好，那 NH 有大灯啊。啊，好，所以我们就慢慢的挂机，慢慢就是这样一直绕。嗯。上一直绕，然后就这样。然后就能赚到钱。赚钱之后呢，就能买车。OK， 原来。那我们可以在这里绕吗？转弯的话会怎样？不会一直转弯。等一下一直转弯扣速度啊，那还算。这没有驾驶座、啊，没有驾驶座是这样。啊，不要看这个。但是最高速度就71英里。这 mph 应该英里吧？对，应该英里啊。然后呢，现在我们有了，刚聊天之后，我们有了1万块钱。OK， 好，你有10K奖金的徽章，好，掉下去，走。现在升级一些，升级大门会额外多一点钱吗？进展6%，奖励100块，好像有点坑呐、啊。走到25K， 你有没有搞错啊？走到25K， 然后繁殖2K， 还好。这墙壁300，买一下，等一下，400买，500买，700买，1K、4K 都买。好，没钱了。那这个比较新手套装，撤。我们不需要新手，我们不是新手，我们是 Pro Gamer。Pro Gamer 是什么？就不需要，不需要新手奖励。OK。好。那我们就
静静的挂机。哎，别人的进展怎么就好，可以。其实这个游戏你慢慢就一个一点一滴慢慢挂也是可以，但是没效率啊，很慢啊，然后你就会被踢出去啊，然后对，大概就是这样，你就会被踢出去，踢出去的话就很麻烦，你还要再重进一次，然后存档有可能会消失，这个存档会不消失我是不知道啊。然后我们有了8000块，8000块，我们完成17800还是100块，所以我们干脆买这个第三台比较实在一点。第三台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车，不是这个，这个我们就循序渐进慢慢买。好，好，就这样，先存到6000吧。哎，就是这个，好，存到6000。OK，Go， 加速，存到6000块，然后再回来。OK， 好，我们回来了，我们有了6000块，快7000了，7100啊。好的，那下车，然后，对的，是这一台，这个，我准备买车，6000块花去，然后冰盖三更换这一台。OK， 好，我们就有了每秒钟可以赚150块，好，那我们就试一下这古董车。对，古董车 ，OK， 好，驾驶，呜，这么快，欸，古董车不是开玩笑，很快，很快就到5档，天哪！其实我相信他赚钱赚很快。那我们下一台车不是，等一下，好，我们只是试一下的速度而已，要刷钱的时候等一下再刷。我们先来看那个什么，那个这个第四台是要多少钱 ？OK， 好，第四台。20K， 那车门35K， 然后先搞个第四台吧， 20K， 那我们就这真的很爱推销他们的新手包呢，就跟你说我不是新手，开玩笑，那我们就努力赚到20K 吧。OK， 好，我们回来了，我们有20000块，我们就先买个第四台，然后接下来只有第四台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我们第四台车需要8000块，8000块的话继续存，存到8000块吧。OK， 好，我们回来，我们有9000块钱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，不是这个，去买一台新车。OK， 好，然后接下来利用这个 D
第四台车，等一下，这个乌龟车 ，OK， 好。然后我们获得一个成就，你现在拥有四辆车在你的经销商里面的徽章 ，OK， 好的。那我们的这个经销商看起来非常土炮，对，然后我们就先把墙壁漆 1.9K 花去，然后地毯 1.5K 花去，然后接下来就蹦出一大堆东西，销售台 5K， 墙壁8 2.5K， 家具21.5K。那我们就继续赚钱，赚个我们等一下，等，先换个我们的乌龟车。OK， 好，来看它的加速。是不是有点惨不忍睹？天哪！那好，他最终速度就是82，然后他很快一直跳前，一直跳前，他跳出来的钱最多400，目前400多块，368，380，359，所以他目前跳最多的钱就是好像是400多块，然后383，349。381。好的，那我们就慢慢的赚钱吧。赚到一定的钱之后，再跟各位改出来，再把这个东西改出来。哇哦，你撞车了。好，随便。那我们就加速吧。OK， 好，我回来了。那个，我们已经赚了53000多了。那我们是时候来升级一下。那个车门3万5太贵了，先不升级。然后，这个走道没有升级的必要，墙壁倒是蛮需要升级。墙壁12。好的，那我们。墙壁升级完，那我们要升级销售台，家具12，然后，第二层135K， 那太多了，我升级不了那么多。接下来就是 TV，OK，、okay、休息室，好建一下，厨房建一下，拜。桌子也建一下，然后我板子再用一下，然后我就没钱了。OK， 好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那个什么车辆经销店大亨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在底下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。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或想法的话，记得在以下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